老板要干嘛？刮痧。是啊。我们老百姓试驾吃不好就要刮痧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当导游很辛苦。是不轻松了。为什么他会帮你刮痧？因为我请求他帮我刮一下，我就跟你熟吗？熟啊。Peter， 你中暑了。Peter， 你一刮就出来了。就上了。是吗？对啊。很红吗？很红啊。啊，深红色哎、欸。排队好不好？排队啦。咋没？啊！呜呼！哦哦。你再刮下去五秒钟就开始出来了。是啊、喔。我看他应该刮得很有成就感吧。你那个润滑膏可不可以擦多一点啊？多了一点。啊，好痛啊！你这很，你们马上刮，马上现形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搞不好我们最累的其实是司机大哥，他们开车然后熬夜，没意思。急有没有？很急，太急了吧？他一直被看好了没有 ？OK， 下一位，要抱他走。他的也是中暑，是中暑了，哦，是腰痛。你感不感受吧？不要了，你还闪？不行，你把它用完了。快快点！哦，你请他去一点。他就要这样，没办法。哦，你有出痧哎、欸！不要忘记哦。哎，你的肋骨是好像 X 光吗？OK， 不要了吧。不行，要刮了，我这样。我不要了。好，刮痧这条路上刮了，一定要把它刮完。不是，这种就是你，谁叫你要脱衣服？对啊，你更大的面积让它刮。你看你的。还没时间看。眼睛张不开了，他在那忍痛当中，张开眼睛可以看到。真是啊！Hello。我觉得你都是这样喝咖啡般的，如此惬意。他越看人家越多痧，他刮得越开心。